老板扯断手，忍痛报警。47岁嘅姜老板喺红磡比利家呢间洗衣铺做咗10年噶啦。琴日朝早9点几开工冇几耐，伸只手入去部离心脱水机执衫，点知左前臂被搞到血肉模糊，得翻皮肉相连嘅佢忍痛报警，情况严重。有专家就话，类似嘅离心脱水机通常开咗机门之后就会停止运作。今次唔排除部机有机件故障或者揿错掣造成今次嘅意外。